这么多黑影吗？现在？ 铁拳，250血包。他大头上的单，我上一丝血。我来一下。铁拳右边。我有个班长在上面。铁拳一丝，铁拳一丝。 哇，他把我锤的好远啊！你不要报位置了，不听这种死了，是真的你吗？我该好吧？哇，一滴血，一滴血，那个真一滴血，他真一滴血。铁拳左边，一滴血，他妈你死了，他要下楼上了，我怎么办啊？他射的是你，把我头爆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继续的。 哦，他直接黑他，就给这把被黑了，换什么毛病？背一次，就一个左键把我秒了呗，睡着了吧？把被黑了，半张意思，半张意思，都 K 打吗？真就一个左键把我秒了，不得劲，不得劲，放一个吧，把他回交了。 我也想换一个，我也想换一个。打的这么被动吗？我操！碰不到了，碰不到了，走吧。把毛妹搞了，毛妹杀了就算了。别开掉了，算了。我想知道是为什么。在右边。操！ 我的我去，没了，不让一滴血。这个半铁拳一丝点，冲你妈！你还跟我打？哎，我操，那半上来了。求不要出血，半大一丝。我觉得死的最少的应该是我了，我两次，三次，四滴。一丝血合上，到了，打不死他拿枪。 铁拳也不是特别会玩啊。黑大头上，黑大头上，我死了，对吧？他那一滴血，黑到，去右边找你了。给了个半张，不好意思，半张一次，他挂了一枪，铁拳。 大概要死一片人，别黑了，大概要死一片人。啊，好了，看你这。什么意思啊？和尚门口。 那意思。
看腿妹吗？ 那个铁拳玩成这样，你说稍微往那个缝隙里面缩一下，他进来你就可以把它碎了，没那么难打。 这把操飞。 兄弟，对面少一个和尚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？我下次把这个球碎了，别动，懂吗？哇，牛批这一剑！班长，守，帮我一下好不好？先半血，给他摸一下都行。我换弹，天使。一丝剑，一丝剑，一丝剑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 拿天使，开始残了，真交了。追走位，追走位。哎，什么呀？为什么不去摸那个安娜呀？这个安娜一个人在外场，非要跟那两个同时。我杀三个了，快点，搞快点！ 不过不去。哦。有个和尚，有个和尚，二楼。阿龙，这外场的人不杀就非要跟他们刚正面，晕了吧？哎我操！那有个和班长。我屌你妈，这么保班长的！ 坐上去你死不了，换子弹，我换子弹了。我还死不掉。哎，天使别飞，这里啊。两个铁拳在二楼。天使跟着输出上楼去抢位置，都给我上去，都给我上去。我没了，我把和尚锤了，我把和尚锤了。 这人还送你回去，可以。二楼半张，二楼半张，二楼半张，二楼半张。右边外墙那个随便杀了，把右边外墙的随便杀了，快快快！哎嘿嘿，把我一下。随便杀了，把随便杀了，把外墙杀了。抓单你不抓？哎，那班长，那班长，我摸一下。
合张。哎呀，别让他这样吃我半吃半去啊！别管球，跟他们去抢三楼，铁拳。上楼个铁拳。鸡巴，跟他们去抢三楼。把球被杀了，车边。哎，班长，合上一丝，这里一点，右边，直接飞右边，死了。Hello， 你选左边。四宝原用吧，是。哦，看起来有点大了。Hello there。这我就没办法。走。别死，小飞。哎，别动了，我走，兄弟们。过来一个半障，哇，异地，哇，能打，保护起来，有进疗的，这一锤没给他锤上，我看不到人，后面，出去了，把他勾回来，也太弱了吧，这铁拳不能上吗？没技能了，一个都没有了，无法击。哎，一滴血，你剩一滴血，这法就管不了，回楼上。好，提速，管不了了，两剑，把他杀了，真把他杀了。啊，被打起来了。进疗都可以了，直接一起开枪就行了，别等啊，为什么要等啊？还慢慢的瞄头吗？这瞄头啊，这是他满血的呀。哦，我没血了。杰尼斯。这瞄他头，这他满血的兄弟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完了，没事了。哦，抱着小飞打，抱着小飞打。满血的呀，我肯定可以。但是这不瞄头，他毕竟死他还是。蓄下来的时候只有半血，你们车边你直接。他奶起来了，他两个奶的吃，他吃两个奶的资源。不然我早就把他射下来了，兄弟，我射了他三箭。我没办法，我吹不了他。这个位置没刀，Hello there。和尚又要痛苦了。是和尚，哎，右边有个。这种。一只脚，哎。哪款呢？这是一枪。谁站船了？哇，你不要一直吃伤害，我们没事。确实，哇，这里都没掉。我们这边是有盾的，去外墙杀他们，去杀他们外墙的人。把机掉。杀他们外墙的人。对撞了。来，直接杀奥利萨。等，给我整掉。好了，准备一丝。没丝，奥利萨一丝。我擦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哎。我走。不了，我操。开店，不开店我就帮他。你走过去不能一直吃到资源了，我跟你说。来，我别。你走那地方一直吃不到资源了。被卡了一下。这没办法，这么花吗？哎，傻逼吧这！何大意思？没事，去切麦克雷！哇，切麦克雷啊！完了，我看了。没事，有救。哎，钉子在哪边？没意思。啊，第三打了两枪头 ，nice。三人秀啊！我杀三个了。你闪着，还有打，他有蓝脚，他是正。杀他！拉扯，你说。他们在那边教技能，他们推。走，要叠。打击一滴血，他的速度。一次血解决。怪你是什么呀？太久了。啊！我这里打不到我的。
上一波别急，保麦克雷打。我死定了。哎，没怕他呀，他敢过来。没有怕他。哦，就是了呗，怕了吗？超要跑，超要跑，超要跑，超要跑！正比，不要离车，不要离。不要离车，不要离车，这是我拿着你，拿着你。这是一只。把你们杀了！大家准备，大家准备。我这被子砍。离车，离车。知道了，死一个。能把麦克雷拉起来吗？没事，先杀人，杀人。啊，继续一下了，帮我杀一下，帮我杀。来，我来。士兵七六上线，弟，版本最强英雄。玩笑。他们不要了，动不了了。我让他上点了，150血包。搞死。我上一次来过一口，说了，哎，别说了，死了，我说了，你这么打我，我说了，你这么打我，兄弟，不带事了。把武器给他，他死了。哎，全部低调，兄弟。哎，继续下来，继续下来，把兄弟来了，把兄弟来了，反击，兄弟。顶住，顶住，顶。牛逼！来了，先一滴血进来了，先一滴血进来。死了。哇，你不要老是搞这种事啊！我看你站的位置，我就知道你死定了。没有，他听我，那个头上死了，兄弟，真死了，那个头上一格血。我顶了他站位置，我装人。你枪好像。没事，这一波很关键。提前开叠甲，现在可以开，现在可以开，三十秒够了。楼上铁拳，楼上铁拳。来。别打起来，别打起来。他杀不死你们，现在准备，现在准备。哎，小妹子救我了，兄弟。不让一滴血。没事，没事，把死神杀了，死神杀了。我死了，我。操！给你串，侧边也行啊，侧边也行啊。侧边也行啊，哥。啊！哇，我这波血吗 carry。你们要是能 carry， 你们要是能顶住，我就能点死他们。被动了，是你们顶不住我操！打我！放一头法器吧，没必要加强了，这英雄。哇，这把跟你们说，我已经不是牛批了，知道吧？这叫批牛。有颜色。原始没用，原始都有半藏三 C 兄弟，有法器，我死，来他进去，哎，拿下，哇，哎，远绕后，远绕后，你这个没办法，我上一次，他这个半藏有点准呢，哎，别。好准，上来一剑！不上那个班长，真不再不去管，真没得玩。我跟你说，我管不了，我管不了。等我一下啊！最好是让猪去管。那和尚死了，把鸡吃。掉一个。再勾兄弟，哎，准备一只。把鸡掉了。去了这边。来爆大头，你打他一枪，打他一枪，打他一枪，二一。Hello。小美，我上不了。我操！这么个半藏！别！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怎么又开始了？不是真的，他们在正面告诉我，兄弟，他们正面告诉我那个什么，他就在那小房间里，突然跑我脸上来了，弗拉掉了，我大 OK 哦，我大出不来，我差一个技术，兄弟，有鲍勃，有鲍勃。也是有秀有秀有秀，帮我砍，他帮我砍，刀都没，让他掉了，十滴血，十滴血，第十血，是我十滴血，他意思，来了又来了，
这班长他妈的，我刚真没看到他，他直接跑我脸上射我一箭。没事，我把他和尚切出心理阴影，我跟你说。千万别站着，不行。我把他给切出心理阴影了。踢他回来。没事，来了，名字在左边。死了。他不敢锤，他不敢锤，这前面不敢锤。快掉了，掉两个，晚上可以上。可以上。 那种亏这个，小妹啊，小妹一死，兄弟，爆你爆博把你干事了。非把我的大屌塞你面前，大手塞你面前才来我。这边他没血了，都敢往前走啊？好，行吧。 这何老大了，他给我切了4次，4分钟一个大的和尚，太惨。原，他死了。哇，打了他一枪。哦，这一口奶。给了个狼脚，我操！我这好烦啊！我去签枪位，去签枪位，去签枪位。救命！天使，我的右边有个锤，有个锤被要后了，你坐一下。 哇，你这个没练他，这班长真的是上来就3件，没了，没事，有秀兄弟。大招太多，这波有秀。不是，不用秀啊。哇，对不起。大招太多，大招太多。走走走，天使走天使。大招太多。哇，我被锤飞了，没办法。他们交了刀圣，圣有没交？蝶甲也交，小美大也交，圣没交，大招太多，龙也交。可以的。 哦，记住，这边，上面那个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们每次都是直接融化一个。你在那边打铁拳，他们人会帮忙的。没事，我还不会。正面攒一个大，我给极速爆博就行了，啊不，给极速铁拳。应该续不到。人到了吗？来，给我极速。到了，上街，上街，上街。哦，我被睡了。 干啥？他们大招上不会。谁把我打起来了？是内鬼吧？是小美把我打起来。我看我起飞。